左边起针，我们先勾十二个锁针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，十二个锁针完成之后，接下来我们勾第一圈，钩针插入倒数第二个针目，勾一个短针，接着在每一个针目里面勾一个短针，一直勾到剩最后一针。来到最后一针，我们在这个针目里面呢勾三个短针，一二三，完成之后这样就转到了对面，对面我们按照镜像钩织的方式勾短针，也就是每一个针目里面勾一个短针，一直勾到剩最后一个针目。来到最后一个针目，我们在里面勾两个短针，一二，完成之后与第一个针目拧拔，这样同样在这个针目里面最后两针加最开始的一针形成三针，也就是锁尾拐角形成三个针目，其余每个针目里面对应各一针。接下来我们勾第二圈，先起立一针，然后在拐角的针目上面勾两个短针，那其余的针目呢，每一个针目里面勾一个短针。然后来到了拐角的针目，拐角三个针目呢，我们在每一个针目里面勾两个短针，让它平滑过渡，这样完成之后拐角形成六个针目，接下来的针目呢每一个针目里面勾一个短针，最后还剩两个针目，也是拐角的针目，我们在里面每个针目里面勾两个短针，这样四加最开始的两针就是六个短针。接着与第一个针目拧拔，来勾第三圈，先起立一针。那在拐角的地方呢，我们按照第一个针目一个短针，第二个针目两个短针的钩织规律去勾拐角的针目，那其余的针目同样还是每个针目里面一个短针，这样又来到另一个拐角的地方，按照一个短针两个短针的钩织规律重复钩织，一个短针两个短针一个短针两个短针，这样完成了拐角的钩织，其余的针目每一个针目里面一个短针，最后还剩四个针目是拐角针目，我们按照一个短针两个短针一个短针两个短针，完成之后与第一个针目拧拔，这样第三圈就完成了。那这里呢我还勾了其他颜色的三圈，待会会用到。
接下来呢，我们勾第四圈，先锁三针，一、二、三，然后空一个针目引拔。那在这个拐角的地方呢，因为这个引拔的地方它有一点空隙，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就把第一针当做空针，然后第二个针目引拔，继续锁三针，然后正常的空一个针目引拔，锁三针，空一个针目，下一个针目引拔，锁三针，空一个针目，下一个针目引拔，锁三针，空一个针目，下一个针目引拔，一直勾到最后一针。最后同样锁完三针之后，空一个针目引拔，然后与第一个针目引拔断线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勾这个泡芙花，环形起针，拉紧，然后我们在环里面勾十个短针，一、二、三、九、十，接着呢，我们将线圈拉紧，然后与第一个针目的两根辫子引拔。接着我们开始勾花瓣，先锁三针，一、二、三，然后在同一个针目里面勾三个未完成的长针，一、二、三。接着我们在下一个针目里面同样是三个未完成的长针，然后呢一并勾出，锁三针，一、二、三，在下一个针目里面引拔。接下来呢继续锁三针，同样在同一个针目里面三个未完成的长针，二、三，然后下一个针目里面也是三个未完成的长针，二、三，接着一并勾出，然后锁三针，在下一个针目里面引拔，这样两个花瓣完成了。我们继续完成剩下的三个花瓣，来到最后一个花瓣，同样先引拔，然后锁三针，在下一个针目，也就是第一个针目里面引拔，然后呢断线。这样整理一下，接下来呢我们勾花心的部分，锁边起针，接下来我们再勾四个锁针，然后钩针插入倒数第四个针目，也就是第一个锁针针目，勾四个未完成的长针，二、三、四，完成之后钩针上有五个线圈，一并勾出，然后断线，然后将花心组装到这个花瓣上面。
完成之后打结。这个也要打结，并剪去多余的线头，这样泡泡花就完成了。再拿出这个织片，花朵是这样摆放，然后在这个地方缝上叶子。完成之后再缝上另一个叶子，然后剪断多余的线头，同样这个线头我们处理一下，这样完成了一个。接下来我们拿出这个蓝色的底板，同样是勾三圈短针之后，接下来我们继续勾第四圈，先起立一针，然后呢我们朝后开始勾短针，插入最后一个针目，然后勾一个短针，同样是勾短针，下一个针目勾短针，下一个针目勾短针，下一个针目短针，我们按照这个钩织规律钩织到最后一针，最后还剩两针，同样继续短针短针，然后引拔断线，这样这个蓝色的底板完成了。接下来我们拿出红色的线，环形起针，拉紧，然后在环里面进行钩织，先锁三针，然后在里面勾三个长针，一、二、三，接着锁三针，在环里引拔，完成了一个。接着我们再重复勾这个针型，勾一次，三个锁针，三个长针，然后锁三针，同样在环里引拔，然后断线。拉紧，同样我们将这个环拉紧，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蝴蝶结，然后我们绕一下，
画完之后呢，在背面打结。接着多余的线头同样剪断，接着我们拿出白色的线，先打个结，找到第一圈的第一针，我们从任意地方将线圈勾出，接着将第一圈勾引拔针，下一个针目引拔，下一个针目引拔，继续勾引拔针，一直勾到剩最后几针，最后引拔断线。这样就完成了。接着我们也同样是将这个蝴蝶结放在这里，这样这个就完成了。接下来我们拿出另一个织好的三圈，然后我们换线，钩针插入第一个针目，将线圈勾出，然后我们勾一个锁针，接着我们在里面勾一个中长针，然后空一个针目，在下一个针目里面引拔，这样继续锁一针，然后勾一个中长针，然后空一个针目，在下一个针目引拔，我们就按照这个钩织规律重复钩织，直到剩最后几针。最后几针，同样是空一个针目，在下一个针目引拔。然后锁一针，一个中长针，然后下一个针目，空一个针目，下一个针目引拔断线。接下来我们继续勾引拔针，先打个结，然后找到一圈二圈第二圈的一个针目，将线圈勾出，接着开始勾引拔针，在每一个针目里面引拔一次，一直引拔到一直这样引拔到最后几针，最后两针同样引拔，一针，两针，然后与第一个针目引拔连接，我们这里剪断线头，然后将线段拉出，最后将它引拔到织物背面。这样就完成了。然后接下来我们将米色的蝴蝶结放到这里就可以了。那我们还剩最后一个底吧，接下来同样换线，先打个结，然后钩针插入第一个针目，将线圈勾出，然后锁三针，
然后在同一个针目里面勾四个未完成的中长针，三、四，接着一并勾出，同样是空一个针目，下一个针目引拔，锁三针，四个未完成的中长针。一并勾出，空一个针目，在下一个针目引拔，两个，继续锁三针，四个未完成的中长针，二、三、四，一并勾出，空一个针目，下一个针目引拔。那我们按照这个钩织规律重复钩织到最后几针，剩最后几针同样锁三针，同一个针目四个未完成的中长针，一并勾出，空一个针目，下一个针目引拔，锁三针，四个未完成的中长针，空一个针目，最后一个针目，也就是第一个针目引拔，然后断线。穿过线头，继续在这个上面操作，让我补三个这样的图形。这样缝制完成之后，我们在背面打结，然后剪掉多余的线头，这样一个织片也完成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进行组装，拿出这个水滴夹，然后这个布织布，将它组装起来。这样就完成了。另外呢，我还勾了四个胚色，